什么点什么？选个抠，手里干。手里干，掏一下，手里干，手里干，五个刀。手里干，留点查克拉，打他一小波。打不了一 Q 上来掏一刀，行呗。手里干。你拦够吗？你老脉冲，打不了一，甩个扣过来，平掏一刀接平呗。我操，你有蓝吗？还发条没什么蓝了啊，下边直接杀他。等一个满能量，感谢 W 一波靠点盐，回家。走呗！哎呦啊！这有点让我猝不及防啊、哦！这是劫的遗训。往右边走好了，应该一直往右走好了。这小子不放 W。换掉一放扣，直面暗影，找寻真理。左边插个眼，手里干，接平呗。我可溜了啊！还有盾，这波有盾也没用，有盾我们照样秒的。手里干，他有闪现啊、哦，小心点。这是在干嘛？那我六级铁打兄弟，我是真没想到啊。
W 一出过来逼他盾 OK 来走位来手里干走了我来个西地海吧捡捡西地An ally has been slain.现在我见着他了，这次只要我见着他了，他在线上出现了，人在线上出来了，直接就死。发条也明白出现在线上直接死所以他连线他都不上了没用现在中路出一个人就死谁来谁死那发条没有技能必死无疑要么就让我一直在这儿猜我根本就不用玩的发条只要出现了那就死了除非他回家买秒表了行攻速这么慢吗这给我砸死了哎呀这怎么能给我砸死的呢打扮着一扣那下掏没掏着要不然我不用交闪其实没事这边我们把他杀了下边他还得死关键是他线儿没吃着你知道吗还是打不过我来看看谁安是打不过他怎么活得那么快我怎么活得这么慢哎呦我800块钱我舒服了兄弟们800块钱呢800块钱呢这叫啊这叫800还搭波扣这叫1000呢
事儿都没。行呗，行呗。这是哈密人用大把我抠躲了，我靠！哎，有点烦。嗯，有点烦，把我手里干给我躲了，又给我瞎当了，又给我瞎当了。未来的世界将会更加。下件装备，俺们来收集者啊！一会儿先把这中路拆了吧。中塔给他拆了，省得发条老乱跑，你知道吧？一整不是跑上面就是跑下面。喜欢跑。人家玩个发条不发育，乱跑。手里干，哎呦，这个平飞有点痛。收集者，他老下等马换上等马，我们好像不太划算哈。用下等马来换我上等马。三处全空，空空呗，那没办法。你劫一个抠空了，两个抠肯定也空了，不要说三抠就全空了，你就直接说抠歪了就行了，行不行？你就直接说抠歪了。防御塔渡层即将脱落。杀呀！我就不要了啊！莫干辣，莫干辣和以沙看一看人在哪儿啊？黑超平 A 打半溜，还行。没有杀银刀这种东西。这回三抠肯定三花聚顶了啊！这回肯定是三花聚顶了。哎呦我操！我刚这手这是鼠标，刚脱离鼠标的手，简直可恶！可恶的金克斯，太可恶了，简直可恶！这跑的嗖嗖的，找找人吧，野区随便找，现在找谁谁死。先看看这个莫干了，嗯，
先杀个莫干吧。再杀个金克斯。这里头有眼儿，一瞅就是有眼儿。哪来的双 buff 呢？这凯爷，哎我这影的啊，影的不能往墙里边放，我给忘了。漂亮啊，漂亮。等会儿啊，抽一下，哎呦我手里干，有眼儿是吧？哎，嗯，吃口屎，老开眼。感谢火箭呢，谢谢谢谢金克斯的火箭，谢谢。这是这个火箭怎么还给对面加钱呢？先吃口屎啊。你大爷的。我打。这么多血啊，半管血，我七百多血，啪嚓一个 W 给我秒了，啊，我佛了，啊，这英雄我佛了。我先来个蓝 buff， 金克斯应该不敢来，这金克斯东西真多呀，600块钱都舍得买秒表。金克斯搁哪送火箭呢？又啊，我找到他，给我找到他，我在这儿又送火箭啊，很喜欢送火箭是吧？为什么这回不给我送火箭了？那发条真是一点伤害也没有，手里干，爬过来，手里干，
手里干。这那人怎么跟过来了呢？带瞬移的这玩意儿了，瞬间移动。我来个巨蛇之牙吧，巨蛇之牙出完，我们最后出一个九头蛇，行不行？往牙上面踩。铁男应该死不了，当我没说好吧。我先要这双 buff， 完了，双 buff 没了，哎呀，烦死了，这凯爷。蓝先生给我杀了，漂亮！别狙那发条了，算了吧。一会儿秒凯野，这玩意儿能钻我身体，不好秒。现在我大招是49秒一个，对面莫干辣就出双折磨，还不出那啥，还不出沙漏，天！我这姐搁这儿，他敢不出沙漏？金克斯出完狂风之力，给我憋出来个春哥，我靠！还在这么玩的呢？撇我啤酒瓶盖是不是？狼啊，这我们把中路推了吧，这边上路我不去了，人太多了，先把中路拆了。海隐马上到了，撤一撤。哈！哇，漂亮个蓝枪，这蓝枪区区可以啊。你们要打大龙啊，那海隐都死了，你们敢打大龙？我的妈呀，你打一个我看看。打一个我看看。狙他呀，旁边也没有人。那凯隐属于你们家顶梁柱吧，凯隐死了敢打大龙，先把小龙打了，简直是膨胀。
把小龙打了。我们打大龙吧，来吧。哎，红好像刷了，来来来来，这有个红。弟弟想杀你师父，打不了野口，一下手里干。干杯！闪现！这大招，帅死了！哎，龙也不要，下路四五个，这边就不应该倒。让金克斯给我勾引了。再拖不好打了，不会的。对面金克斯没有任何伤害，莫甘娜不出金身，发条八十六个刀，凯隐又有点脆，卡米尔是个傻子，没有翻盘点。来。俺们家女警点人比较疼，杰有点无敌，铁男随便关，蓝圈能秒开眼，拉克斯后边抠一抠，完事儿。这基本上就是完事儿。先把金克斯一杀，完事。杀！哎呀，后边可以。这是想让我神装啊，来吧，我神装了。凯隐太累了，没办法，这游戏就是比到底谁家不会玩的多，哪边不